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现在听我们的拳皇98 C 联机版的一个对决说，一匹首发麦卓，二匹真物来个泰坦对决，这也是平台两大高手之间的对决。麦卓进攻，真物也是很猛啊，口号喊得很响。真物连起来了，打到板边，但是没连上，被麦卓掰了一下，麦卓再掰一下，继续进攻。麦卓空中方位连招走起，接起来必杀技了，要确实接起来了，这次打浮空再上连招，癫狂的笑声，连续笑三次，再上一个必杀技，一套48连，再逮一下50连，真武还没挂啊，但是已经剩血不多了，被连续的波给打死。来看下一场的比拼，这个麦卓很强，看第二场那个二皮的下二米技术如何。麦卓连招走起，再上一个癫狂的笑声啊，夹一下先落地追加，再摔，继续抱一抱，上一个下米狂欢，摔到板边，一个麦克的必杀，空中再接落地追加，继续摔，再上一个必杀技，这要把他弄死的节奏啊，这是下米狂欢，再摔一下，走过去再来一握摔，18连断连了，又被摔到，完了，直接被拿下，就这么溜。来看第三场的对决，第三场看这个拉尔夫出场。拉尔夫进攻，空中追加，夏尔米也是疯狂进攻，直接被夹了一下，夹一下落地追加，再摔上必杀技，一个夏尔米狂欢抱一抱，这是一个麦克斯必杀哦，落地再次追加，摔到板边，继续摔，这夏尔米太强了，有点，又一个夏尔米狂欢，再次飞过去夹一下，22连，一个极降爆破弹啊，连招接一个超级爆拳，这拉尔夫也发狂了，空中两连追没接上，再次爆摔，夏尔米又来一夏尔米狂欢，拉尔夫直接被摔死了，一个不小心就被挂掉。来看第四场的比拼，第四场看威斯出场，夏尔米还是在不停的进攻，爆摔摔起来，镰刀腿再夹没夹到，有一次强反击被威斯抓到了，隔个招上必杀技，摔到板边，还可以直接摔死了，快速进入到第五场的比拼。第五场看这个龙二也是很猛的人物啊，首先甩一蛇鞭，夹一下，一笔闪身，直接被龙二刀子打到啊，发起疯狂的连招向必杀技，踢杀，再抓上一指令头，再上一必杀技，我去，龙二也发狂了，这次但是没有把他打死，威斯看能不能找到一次机会给龙二狠狠一击，威斯摔一下，隔个招上必杀技，龙二强反了，再摔，摔到空中落地追加，再一臂闪身，继续起跳，空中再次追加，继续摔到板边上必杀技，走起来了，这个很疯狂，龙二只剩一滴血，再来一下直接拿下，大家喜欢请点一下关注。